今天呢，汪汪队里打工的毛毛和小丽正在一起玩。滴滴滴滴，有车声。哇，两辆车车行驶到了他们身边，一辆红色的车车，还有一辆黄色的车车。哇，他们是回力车车。我们看看漂亮的车车吧，先看这辆红色的车车好吗？大家猜一猜，这是谁的车车呢？是一辆消防车，车车上面有很多水管，是一辆专门用来灭火的车车。猜到它是谁的车车了吗？对的，是我们毛毛的车车，因为毛毛是一个消防员。好，先看看毛毛的车车，它的车车有四个轮子，都可以转动。毛毛的车车是一辆可以发声发光的车车，按动开关，看到车车发光了吗？红色的灯光一闪一闪的，很漂亮吧。又换了一首音乐，哇，好好听的音乐啊！又换了一首音乐，这辆车车一共有四首音乐。好，再看看这辆黄色的车车，这辆车车一定是我们小丽的车车。小丽呢，开的是一辆推土机，她的车车也有四个轮子，开动开关玩一玩。啊，也是一辆可以发声发光的车车。又换了一首音乐，又换一首。小丽的车车有三首音乐。哦，小丽的车车呢也有四首音乐。音乐好听吗，小朋友们？我们再来看看小丽，她胸前有一个按钮，按钮呢可以打开她身上的装备，装备在她的背上。哇，装备已经弹开了，这样打开，看他的装备已经打开啦。他的装备像是一个推土机的装备，好，把它的装备还原。哦，又一次打开了，这是推土机的挖壁吧。小丽是一只斗牛犬。好，我们再看看红色的毛毛，毛毛是一只斑点狗狗，他的帽子上面有一个手电筒，打开开关看看毛毛的装备，装备打开了，
毛毛是一个消防员，他的装备一定是用来灭火的装备。哇，是不是很酷的装备呢？再玩一玩他们的车车，他们的车车都是回力车车，这是小丽的车车。右手往后面一拉，松开手就可以跑了。好，再看看毛毛的车车。哦，跑得好快啊。看轮子还在转动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和汪汪队滴答功能毛毛和小丽就玩到这儿。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。拜拜。